疫情指挥中心之前有公布讲，出山卖公祭、结婚卖请人客防疫措施，连带影响到做喜事的相关产业，亲像是做新娘衫的餐厅、贴面等等的行业，也拢爱对咧休困，因煞拢无工课。原本应该是替新人翕相使用的相机、灯光设备，因为无生理，只好趁即阵有闲摕出来帮整理。专门替人翕结婚相片的业者表示，其实为四月底本土疫情拄开始的时阵，都有真侪人客选择延期。疫情开始的时阵，人客就会烦恼，烦恼了，足侪人就无要结婚啊，无要人去婚纱，有的是延期啊。你看政府即马已经发布三级的代志了后，到即马紧要一个月啊，所以阮将近即马一个月拢无去做工课。嘛无收入安尼。除了翕相业者，替新人化妆打扮的新娘秘书嘛，同款无工课。加上原底五月开始算是结婚的大季，即阵也大大影响婚礼相关产业的收入。从五月中开始嘛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一整年来说仅次于年底的旺季。大部分的新密或婚礼工作者，在这一两个月，一个月平均大概会有六七场。甚至以上的工作，从五月中开始之后，几乎就是全部都延期。暂停婚礼举办，除了餐厅、办桌业者受影响，也阁有新娘饼、新娘衫业者、翕相业者、参新娘秘书一连串的相关产业。加入工会工作者，目前比较顶一边的方式领纾困补贴，但是唔知影会当冻偌久，即阵只好行一步算一步，唔望疫情两三得到控制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